那紧接着呢，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叫坐步团的啊，来，我们先把带子拆掉。你要跪起来啊，跪坐起来。这个一般坊间都没有做这个坐步团啊，这个只有日本医苦史地学家才有的啊，外坊间都没有人做。因为你的左脚跟右脚长度不一样，你是右脚长的凹脚，所以你要起床的时候要从你的短侧。 所以你整个都从这边左侧过来，对，来，请你跪坐起来。哦，就记得哦，不要开掉哦。来，我们坐前面一点好吗？前面一点，你再坐。嗯，因为我要给你加比较高，来，屁股先抬起来好吗？来，对，啊。 因为你的右脚是偏长的，所以右脚略略后退，退，OK，来，坐起来。注意看哦，江小姐她的臀部是大小不一样的，右边臀部比较大，左边臀部什么萎缩了，哦，是右脚长脚的。你看，连她的骨盆，来，你先起来一下，我让那两只不要退的时候呢，来上去一点。 来坐下来，好，这个偏的，很明显，他的你看，他骨盆是什么斜的，右边是高的，你看这个一看就很明显了，这边右边骨盆是高的，左边是低的，来，对，好来，你从后面来照没关系，照清楚一点，你看我会录进去，你看这裤带，你看。 有没有衣服这边很明显，这是左，有没有悬吊？没看到，斜的。这边是高的，这边是低的。来，我为了要它倒正啊，你看你屁股起来，右脚后退，好，来坐下来。你看，现在骨盆是一样高的，知道吗？有没有？这边一样高了。来，吴小姐有没有看到？两边是一样高的。 现在是给你6块哈。我看那个书上面说6块是比较僵硬的人用。6块以上是僵硬。对。我不需要用那么多，我用。 4块就可以了。4块。对对对，我是柔软型。OK。好。来，我再来。 可以吗？好，很明显的，你看，他这一躺坐步团就清楚了。这边啊、哦，左边胸部都凸出来了。那你过来从这边看，你从这边拍一下。看我照一下。对。好，到现在更清楚，有没有？ 这边高的，这边低的。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从这边看，对吧？没有清楚，有没有？
三分钟哈。 所以一股疗法，这坐步团是很重要的。坐步团的目的呢，有几个目的。第一个，我们人呢往前弯的机会很多，向后仰的机会很少。意思是说，背部呢让它松的机会不多，前面的肌肉拉的机会不多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躺下来的时候呢，你的腹部的肌肉。 最外层的叫做腹直肌会拉到，比较核心内层的肌肉叫腰方肌、腰大肌还有腰卡肌都会拉到。最重要的是你的大腿骨，大腿骨会拉那个大腿的肌肉的四头肌会拉得很好。你先去接一下。没关系，你先卡一下没关系。这段不动的时候，你先卡掉了。